兄弟们，你们总是催我和玉儿一起玩默契大挑战，来来来，这不今天就来了吗？那么众所周知啊，我和玉儿玩过很多双人图，那默契程度绝对是杠杠的啊。你干嘛？所以说呢，今天我还叫上了哇卡小子。我和玉儿是灰玉组合，哇卡小子组成瓜子组合，看一看我们这两对组合到底谁更默契。哎，可以。有，听哇卡的语气还挺有信心呀。那行，想看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来一波点赞支持。 OK OK， 我们第一回合黄色，黄色，哎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我相信玉儿一定懂的。让我看看啊，选哪个皮肤好呢？哎，你看菠萝吹雪，这皮肤颜色黄的那叫一个地道，玉儿一定也会选的。还不是玉儿，你怎么选了个砂糖熊王子呢？这可是赛季限定皮肤，我压根都没有。谁让你玩的在派对这么晚？这不能怪我啊。这好像也没毛病啊。兄弟们，再看一下瓦卡和小子，哎，一个小眼睛汉塔，一个是吼吼，虽然都是黄色，但是选的根本不一样，好吧？还能不能玩？哎，你别打了，这局就算我们平局。滚！咱们第二回合，粉色，粉色。要说到粉色，最出名的皮肤应该是这个圣衣天使练了吧？玉儿这次肯定不会选错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亮个相。哎，我就说我和玉儿那绝对是这个圣衣天使怎么是哇卡呀？难不成我和哇卡才是最有默契的那一段？我们才是真爱？别老误会，那打你们一记耳光。玉儿小子，你们别打了，这都误会，误会呀！到时玉儿你怎么还有个粉色机甲皮肤呢？难不成就是找你个大佬借的号？哼，大佬的事你少打听，还是给我解释一下你和巴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上一局绝对是个意外，这一次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咱们来一个高贵的紫色怎么样？要说这紫色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水滴的皮肤了，洁白的身体透露出淡淡的紫色，宛如水中的小精灵。我说这次玉儿你总能选对了吧。什么情况？我和小紫选的是水母，玉儿和哇卡你们两个怎么选的是主唱耀星呀？那咱们这是不是有点乱套了呀？臭伟哥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最喜欢的紫色皮肤就是主唱耀星了吗？我接大佬的号主要是为了体验这个皮肤。不是什么玩意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玉儿，咱们现在一次默契挑战都没成功的，要是再不成功，小伙伴们可就要看咱们笑话了呀。接下来这一局玉儿你可一定要想清楚再换皮肤啊。这局就让我来定颜色吧，现在春天已经来到，那就来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吧。绿色，绿色的皮肤，哎，上次我和哇卡玩的时候都选了僵尸博士，这个绿色不行，玉儿都说了是充满生机的绿色，僵尸博士这是绿的要长毛的啊，所以说我还是选择玉龙扶风这个皮肤吧，这多飘逸多好看呀。我去，咱们四个居然选择了一样的皮肤，好家伙，大家这么有默契呢。 Nice， 最后一局了，兄弟们，非常重要啊，到底是灰玉组合更心有灵犀，还是蛙子组合更默契呢？那么好，白色，白色，让我赶紧看看啊，什么白色最合适。哎，对了，玉儿不是最喜欢懒羊羊了吗？这正好就是个白色，而玉儿也有这个皮肤，所以说这局我们赢定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我和玉儿都选择了懒羊羊，这一次我们很有默契吧？而哇卡和小紫选择了圆圆子，好家伙，这不纯粹的大白蛋吗？好嘛，唯一的默契局居然打成了个平手，这下算是看明白了，我们是有默契，但不多。嗨，那没办法了，凑合着就这么玩吧。